好的，虽然我们辽宁队暂时落后，但全场的好朋友们暂停时间就是我们的互动时间，全场的好朋友们，我们一起
好的，鹰眼挑战时间，让我们请出辽宁广电少儿队，给我们带来一段精彩的表演。好的，辽宁队挑战成功。本场比赛，惠若琪并没有首发出场，而是许若亚。我们看镜头也是切到了惠若琪。辽宁队换人，五号下，八号上。这是许若亚在四号位的一个调整强攻，打手出界。漂亮，这个是一个三米线的调整功，李曼拐了一个直线。你在后排换上刘丹，主要呢还是利用刘丹在后排的防守。呐喊声响起来，辽宁队！哇，这个是江苏队张常宁在前排进攻触网，稍微有些可惜。
这球呢传的是比较近网啊，我们看张常宁也是进攻当中稍微的有一些没有处理好。在强攻连续不能得分的时候，张常宁也是做出了一个改变，掉了一个篮网的身后。这也是在后排换上了另外一名二传赵俊雪。哇，这次反击的机会没有抓住，凌乱调整强攻，这也是想平打，没有打到篮网手。这段时间呢，辽宁队一传还是盗率比较低。20-21。拥有三名国手奥运冠军。那么辽宁队也是拥有丁霞、闫妮，包括前国家队的主攻王一梅，这些队员啊也是在球迷当中非常受欢迎，本场比赛呢也是非常受关注的一场比赛。双方反击机会都没有抓住啊！段放的后三进攻，也同样是一个自失。你看江苏队的这次换人呢，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。肖俊雪利用他的发球，也是把比分追平。丁霞发球是非常好的，哎，这个直线找前排的主攻啊！刚才这一轮一传，我们看龚翔也是参与到一传当中，前排的许文亚并没有来，前排的张昌宁。好的。闫妮在三号位打了一个短平，其实因为现在辽宁队在两翼的进攻的实力呢，与早年相比还是有一定的下降。那么在一传到位之后呢，丁霞应该可以更多来分配到副攻。这也是段放拦住了龚翔宇的二号位的一个进攻，其实这球稍有些近网，攻守呢变线，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效率来选择，这个段放抓了一个篮网。最后一个关键分仍然是体现出一传啊在排球当中的重要性，要领先了四川三分，分别排在第三和第四。北京队、辽宁队、上海队和八一队分列5-8名。我们继续来看双方第二局的比赛，本场主裁判是王子林。
这次调整攻啊，张康宁的进攻也是被闫妮和王美懿直接拦死。这雪儿亚又是送了一个探头，双方啊多回合的来回球，最终还是依靠拦网。连续两个短球都是节奏上稍有一些出入，最终还是依靠二号位的王美懿直线进攻得分。王美懿在去年的联赛当中呢，确实表现得非常出色。漂亮，这龚翔宇在二号位的一个高点打了一个二斜。这点啊，龚翔宇我们看拉的还是非常高的，拔高一点打长线，打在后排的一个空档。这是一个半开网的拉三，一传到位之后，江苏队也是利用二三号位的一个跑动打了一个前球叉，龚翔宇在三号位打二点。这也是同样在电调当中呢，有些上网，端放在进攻当中没有控制好，扣球呢还是抓在了网带上。四号位的一个暴露性的强攻，端放打了一个中直线。其实现在这排球呢，双方的战术都是比较透明的，都是通过发球来带拦防，在一传到位的情况下呢，自身的一攻基本都能够比较顺利的来打成功，那么就是通过发球来破坏对方的一传，
来抓对方强攻的这样的机会。有个菜球，就今天啊，辽宁队打到现在呢，他们的三号位短球，就是主攻的冲劲啊，成功率并不高。包括上一局李曼几次的短球也没有说定地板或者直接得分。好的，两个队伍呢，从队员的情况来比较的话呢，还是辽宁队在副攻线比江苏队要稍强一些，那么在两翼的进攻还是江苏队略强。哎，张常宁啊，今天进攻还是遇到了一些困难，尤其是像闫妮在前排。这是张常宁自己的一个变化，拐直线造了一个打手，这是江苏的一个机会没有抓住，龚湘宇小斜线进攻打到街外。今天为了避拦网，当然也是因为闫妮的拦网特别的出色，在前排呢对江苏的两翼的攻守形成比较大的压力，也是为了避守，今天呢江苏队的两端的进攻还是有一些失误。哇，这次王美一进攻应该是甩直线被许儿压了。我们来看一下慢动作，其实王晨月拦网并没有及时并过来。闫妮的一个快攻呢，江苏队挑战是界内还是界外。本赛季呢中国排球联赛也是第一次引入了鹰眼技术啊，这个看画面应该有可能是压在线上，
哦，哎，刚刚出界。又是一个半开网的快攻啊！这闫妮和丁霞的配合是非常的默契。这个球不仅是半开网，而且还是非常长的一个快攻。这雪亚也是拐直线。漂亮。那么在这段时间辽宁队一传保证的非常好的情况下，闫妮也是多次在三号位短平和拉三。这也是前面我说到，因为辽宁队在两翼攻守的实力呢不如往年，不如像早年拥有杨浩、张玉红、王一梅，所以在到位之后呢更多还是分配到三号位。又是抓了一个反击，断放拐直线。这个有些可惜，辽宁队在拦网当中前排触网。13平。好的，这个球上网球，刁令宇处理的非常的好。你看也是抢了一下，拉开到四号位，雪亚的一个一对一拐直线。哟，这机会没抓住啊！李曼后三进攻踩线，踩的还是比较明显啊，
过了能有半只脚。这一局从无谓失误来看，张继还是多了一些，这就触网，还有这种后攻的踩线。这球是张常宁个人实力，其实呢梁磊发球针对性已经非常强了，就是发给前排的张常宁，那么在接完一传之后，我们看张常宁自己在四号位来打进攻，还需要的时候我们的大声鼓励一下梁磊女排，这个球丁霞单手一个救球，救到三四号位之间。我们看一下这一慢动作，他是李曼拐直线，这是被刁琳宇直接抓住了。其实中线还是漏了挺大的一个空。那么在连续卡轮之后，赵勇指导也是叫了一个暂停。我们看在前排进攻受阻的情况下，梁队应该是要让王一梅替换一下李曼，增强一下前排的攻击的实力。哇，王一梅出场之后，全场观众也是报以热烈的掌声。其实有很多球迷啊也是来到现场就是为了来看王一梅，包括我们电脑之前的，包括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。这段时间辽宁队进攻呢还是围绕在副攻来打，李爱腾连续两次啊，一个背快一个背飞，都是直接被拦死。哇，这王一梅两次的进攻是没有突破对方的拦网。我看连王一梅啊，这个进攻还是球传的更高一些，那么速度上相对是慢一点，所以对方拦网也会有更多的时间来组成双人拦网。辽宁队换人，17号下，4号上。李佳彤也是一个个人的战术。其实我们说啊，这段时间过于集中啊，丁霞在这个组织上还是有一些过多集中在23号位，江苏队重点来拦防辽宁队的副攻，也是连续的几次拦死了辽宁队的快攻。其实这段时间可以运用一下王美啊在后二的一个进攻。王一梅今天得到了第一分，
也是大梅四号位的调整强攻，也是再次受阻。因为王一梅现在呢，随着他的竞技状态不如早年的巅峰那么样的强，首先他的进攻点不如以前那么高，那么又是来打高球的话，还是对方拦防更容易来进行组织。我们来继续收看双方第三局的比赛。哇，漂亮啊！这张常宁点拉得非常高啊，一个进网球，张常宁用手腕几乎打在一米线内。这一轮辽宁队在前排拦网是非常强的，闫妮和王美意。好的，哎，这个机会球，因为球啊很难能直接得分的，这种处理还是不应该失误。李爱彤，像这种球呢，尽可能处理到对方难受的位置，先不要白白送分。挡板后面也是看到前辽宁女排的队员复工，也是05-06赛季辽宁队夺冠时候的一主力复工胡莹。哎，江倩文打了一个短平。这一赛季呢，江苏队复工的进攻比例比去年还是有一些增多的。这球发的漂亮，一个过网下沉。加油声，鼓励一下辽宁队！辽宁队。
好的，这个是端放四号位的一个拉开。其实刚才这段时间辽宁队一传的保证还是不错的啊，但是一攻始终也没有打下去。这个是一个运气，端放发球擦了个死网。这现在我们看领先3-4分，因为各支球队都不是特别的稳定，所以这3-4分转眼间追平了6-6。前排有效撑旗，哦，也是张常宁个人实力，一个后三。李爱彤今天的进攻呢，还是被江苏队的四号主攻看得还比较狠，四号位多次的拦住，他的背飞或者背快。这次就没有那么好的运气，也是擦了网袋之后，但这次是落到了自己的场内。在前两局是打成了1-1。李曼四号位的暴露性强攻，打手出界，这种机会球啊，今天辽宁队无论是李曼还是段放
在处理的时候还是不够冷静。你看这种球你是不可能直接拿分的，这个打到标志杆。漂亮，这是一个背平空翔宇。同样也是辽宁队的一个背平进攻。其实从这个投影的角度可以看到，这平网攻一形成之后呢，副攻在一定当中确实是跟不上。好的，丁霞的防守，但辽宁队还是无功。球没跑好，漂亮！这是一个王伟毅一个空网，丁霞这次传得很好，我们看是一个背踢刺，李爱彤背快掩护，王伟毅在二号位打了一个二点。这个球是机会，王美义球上的有些冲网，丁霞在网口争球的时候呢，是被前排的，你看是徐亚直接拦回。还是龚翔宇这轮发球，又是一个过网的下沉。应该是这局的第二分啊，在上一轮发球当中呢，他又是一个过网下沉直接得分。哦，这次端放也是四号位拉开，还是打得比较平的。还是龚翔宇的一个后二进攻，这个慢动作，这个角度可以看到，一传到位的话，李爱彤的背快，拐了一个直线。其实很多战术啊，从刚才慢动作的这个投影角度看，是更加的清晰。
啊，这是一个后二，因为前面也说了，这个辽宁队今天的王美义后攻用的还是很少的，关键时刻给王美义还。中国排球联赛的场次，所有场次的比赛。江倩文的背飞啊，就这是个背溜。那江倩文在以往呢，他是基本没有背飞的，即使身后进攻也是双脚起跳。但是现在也是战术更加丰富，这个赛季我们看他的背飞也是融入到的进攻当中。江湖队防守非常的顽强，但是最后这一下也是移动当中的救球，直接垫到场外，是因为这个在转身在跑了很冲刺跑了一段距离之后呢，对于场上的方位感可能会找不到这方向。这是个关键分，江苏队依靠拦网拦住了端放的调整强攻，这是反击当中的一个开网短平，又是在局末阶段，辽宁队把比分追平。哇，这就是王美义啊。这一轮辽宁队是连续抓反击，其实刚才呢江苏队在处理球当中处理的已经非常的好，辽宁队也是前后排之间沟通可能出现了一些问题，上球上了一个半到位，那么王美义调整强攻下手很果断，蔡指导叫暂停。今天的比赛非常的激烈啊，每一分都非常的重要，来全场的好朋友们加油声，辽宁队，辽宁队，
哇，这个也是利用龚翔宇，连续利用龚翔宇在二号位的强攻。还是这轮发球，我们看赵俊学这轮发的效果如何。21平。好的，还是刁林宇啊，在网口处理球能力还是非常强的。像这种上网球呢，刁林宇在抢一下之后呢，来拉开，我们看他的这个能力是特别的强。而且这个龚翔宇的这连续三轮发球都是直接得分，前两个呢是直接的过网下沉，这个是李曼直接接到网口，丁霞也来不及来救。这局啊，辽宁队在人员上做出了一个调整，主攻线派上了12号张小琛。好的，丁霞这次传球当中手上也是节奏有一个变化。顿了一下之后呢，给张小琛在四号位晃了一个1-1。因为这个二传，我们看，尤其是像魏秋月在调整当中，手上有一个这一捏一顿的这样的一个动作，完全呢是会把对方的副攻定在原地。闫妮这次进攻是没有发上力，段放打了一个后三。两队反击也是打得很快啊，丁霞就近传到二号位，王美义几乎是一个半高球的一个高度，因为这个抢速度
就完全来避开对方的拦网。我们也听到啊，这个主教练赵勇指导也是在说啊，这不要掉啊，因为这双方都在要劲儿的时候，那个要敢于下手。你这球传的稍微有些低。这就是这样的，我们看两队两次机会没有把握住，送到江苏队这边。那么江苏队在进攻当中呢，龚翔宇的下手非常。暂停结束，我们比赛继续。啊，这个球闫妮处理的非常聪明，也就是拉高点啊，轻拍了一个心儿。漂亮，这就是江倩文三号位打了一个拉三，这也是江倩文在增加了背飞战术之后呢，他在进攻的手段上更加丰富，身前身后球现在也是都能来打，其实这个也是对对手的拦网会造成更大的威胁。这球下沉的稍微有些早，没有过网，7-7。这两个遗传体系呢，和国家队是比较类似的，是由主攻自由人加上接应，尤其是这个接应和主攻呢，谁在后排谁来接，来完全解放前排的攻手。多漂亮！是张常宁自己的个人实力，几乎是原地起跳的强攻，打了一个腰线。其实这个位置呢很难来防，前排防小斜线和后排防大斜的队员，就谁都是够不到的一个位置。
好的啊，这个张常宁第二次的反应还是很快的，后二。从第三局的后半段到现在，龚翔宇的成功率是非常高的。现在两队的四号位拦网完全是拦不住。哎呦，张常宁这是很敢打，对，大家也都知道张常宁从沙排转到室内，那么他的原地起跳能力是非常强的。基本这是一个抄手的进攻，打了一个长线。传的有些高，对，这个前排两点攻啊，王本毅的后二进攻一定要多加的运用，王本毅是有这个实力的，而且你前面后二进攻用的很少，那么对方主攻呢，很有可能这一点就会放。那么对于后二进攻的拦防准备也不充足。这球垫的好啊！而可惜张常宁进攻当中呢，还是有些着急，丁霞眼疾手快。直接拦了一个探头，这球其实处理的非常好。这也是我们看丁霞拦死了张常宁一个之后呢，自己的这次二次也是被张常宁直接拦死，因为同样都是来自国家队的，这张常宁也是非常熟悉丁霞，这个进网球在前排的时候呢，他二次进攻还是有非常强的一个实力。这段时间辽宁队一传上不来，那现在要打调整攻的话，对于现在辽宁队的两位主攻来说呢，还是有很难的，还是这个比较难的。最后还是靠手法拐直线造了一个打手，
今天镜头也是多次给到在替补席的库尔奇。啊，这个从这个角度来看，应该不是一条线啊。我们看蓝的是斜线，龚湘宇是变的直线。这个是张桃宁的进攻啊，是被拦住。其实这个江苏队刚才一直在领先的，很多情况下这种跟裁判在争完之后呢，很有可能是影响到自己的节奏。宫美子本赛季发挥非常出色。哇，这是张小琛又是在网口拿了一个探头。你看，这就是暂停整个节奏一改变之后呢，江苏队在场上连续出现卡伦。漂亮，这是龚湘宇的一个背屏。这段时间张小琛下手也非常果断，四号位的大调攻也是中川。这雪亚拍了一个大对角线，一般现在这篮网都是收进的。你看篮网之后呢，后排的跟进保护，这是雪亚打了一个长线落在后排的空档。江倩文的预判非常准，这根本没有在三号位来等啊，直接是提前移动到四号位来抓了一个篮网。
漂亮。闫妮三号位打了一个短平。这张那后排啊，在换人呢还是很一个常规的，就是用刘丹来换两名副攻，基本就是到局中末阶段。这也是闫妮在进攻当中，这膝盖可能是掰了一下。好的，王梅下手非常的狠。也希望闫妮应该别出大伤。应该小腿有些抽筋儿。拼发球是抓了一个拦网，前排是换了赵阳，这是梁队一名副攻，主要也是这一轮要想在前排提高一下拦网的高度。但是看这一局，如果这一分啊，如果有反击机会的话，看一看梁队的反击谁来传。段放在四号位连续进攻，也是变了一个小斜线，打手之后改变了方向，落在了江苏的场内。这个跟前面的比赛是比较像的，还是有反击机会的话，刘丹来进行调整。球发的也很平，其实有接外嫌疑，张常宁上手直接接飞了。江倩文自己啊，在二号位打了一个背错。我们看江倩文的背错，还是跟一般副攻不太一样。他在身后呢，更习惯是双脚起跳。哎，许若亚这球没敢发。李爱彤也是有一个变化，这之前一直在打背快或者背飞，这局呢是打了一个时间差。
这个球辽宁队在应该是副攻啊和二传两个人都在来保护了，在前排没人拦网。张常宁面对空网拐了一个直线，哎，赵静雪在后排再次换上来替补发球，球发的还是非常好的。哎呦，张小春拐了一个直线。这局中后半段，张小春的几个关键球打得很果断。局中阶段是有一个大调攻，打了一个穿中，这刚才这也是关键分，拐了一个直线。这次调整功是没有突破，王晨月和刁琳宇在前排把球拦住。这刚才呢是江苏队相对比较弱的一轮啊，因为前排两点攻，那张常宁又下车来接一传，漂亮！哎呀，这个球！闫妮啊，预判也很准的，关键分是肯定。这段时间连续在三号位，闫妮。这球我们看宫美子上的也是非常到位啊。那这种高球其实有的时候很难上，尤其是在很关键的时候，队员本身有些紧张。24-22，辽宁队拿到了第四局的两个局点。球机会还是没有突破江苏的拦网，但像这次辽宁队反击机会是出来的，通过发前排主攻，那么在拦防当中呢，副攻重点来拦对方的二号位进攻，其实也是有效撑起。哎呦，这战术跑完之后啊，一个加塞战术之后，辽宁队前排队员在场上对位置是没有换回。刁琳宇在传球当中的这视野非常开阔，还被翻到二号位，龚翔宇又是打了一个空网。这是自失。两个局点没有拿下呀，这个反而送给江苏队赛点啊，这一分是完事了，这比分跟的稍微有些慢。这次进网球的闫妮是在进攻当中抓在了网袋上。